2020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最近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登场。今年开幕活动一共有19颗国内外热气球亮相，把台东的天空点缀得缤纷亮丽。来自国内外19颗五彩缤纷的热气球，包括台湾出产的黑松，把台东鹿野湛蓝的天空抹上了色彩。虽然开幕活动在清晨5点多就开始，现场还是吸引数千位民众手机拍个不停。最喜欢哪一颗？台湾黑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一个可爱的背包。那我们相信，这51天。总共28颗造型球，10颗台湾的热气球，国家队将会在这51天，每一天都向台湾社会传递满满的正能量。也在这里宣布，台东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。我们真的很开心哈，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我们唯一一场的热气球，那也是我们台东热气球国际嘉年华的10周年了，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全世界哈，还有我们全台湾爱追求的朋友。朋友到台东来玩，现场超过5000位热情民众一同见证10颗新的热气球和来自国外28颗造型球一起升空的历史记录。今年活动因为中共肺炎疫情而延后半个月，不过活动天数仍维持51天不变，让热气球迷跟往年一样可以来这里尽情畅游。我觉得第一次来这边，然后很好玩，对，然后表演都很精彩，然后热气球今年热气球也很漂亮。为了让游客知道每天会有哪些热气球亮相，台东县政府发表追求日志，每天会详细写明热气球的现身时间，让游客可以按图搜寻，在鹿野高台附近追踪自己喜欢的热气球。